绝对是娱乐节目，娱乐啊！大鹏，大鹏，老樊，你给我绕一下，不烦啊！真没其劲。实属实这个事儿得谢谢妖姬哥哥啊，青哥你应该谢谢咱家妖姬哥哥啊，这个全能是妖姬哥哥送给你的，祝你生日快乐三啊！瓶一三一四，我意思是从说整三瓶一三一四，不整。这就是咱家人。